白眼啊，天天磨叽磨叽磨叽。他很高，他真的很高，他应该有1米8，1米84、85吧。穿的鞋应该1米88了。我啊，我1米69，减去5公分，再减2公分。你是我爱与不爱的人间，念与不念的笑颜。哎，我嗓子是不是好多了，朋友们？不行，冯硬赔我嗓子，昨天笑的，现在这个地方都还在痛。他又在学那个《甄嬛传》，我最喜欢看甄嬛。然后就觉得特别开心呀。我都阳过了，朋友们。慢点 ，slowly slowly keep going keep going。我想把我的百度百科的那个视频改了，真的太丑了，而且撤不下来，真的是，谁能给我把那个百度百科里面视频给我撤一下？是的，我是一个漂亮的。我昨天去涂了一个指甲，但是我不知道接下来的工作，这个指甲能不能过关。小 C， 谢谢。哎，能不能帮我把赞点一下？这是我年前最后一次出差，朋友们。过年了，新的一年到了，不好的都放在2022吧。2022真的是对我来说非常悲催的一年，也是快速成长的一年。对，今年有点犯太岁，所以要多穿红色的衣服。但是我真的，你看我平时穿衣服就是黑白灰，黑白灰，所以我现在指甲弄红应该也还是可以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待会儿谁在那儿取车呀？他真的好白啊，我真的好羡慕小苏的皮肤。直播或变相传播封建迷信为伪科学。我传递什么伪科学了？我传递什么封建迷信了啊？哦哦哦哦哦，对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抖音 father， 抖音 daddy， 刚刚好像说了一个那个哈。天哪！因为我是99年的小兔子嘛，就。谢谢国王，谢谢。不行，现在很严。他说的是对的，我们要支持抖音的这种正向的引导。反正现在他说什么，我们都说对，你说的对，你真棒，真棒，说的真好。我说我99的你也信啊，真的，好单纯啊。美颜关掉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就不是很好看了，朋友们。啊，不开美颜有一点吃亏。我出了新的唱片，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因为去年是我出道第15年，出了黑胶唱片，然后里面也有普通的 CD 专辑，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支持一下，也不是很贵，就508整套，也有98就是一张，然后现在卖的还挺好的。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因为我的唱片卖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明年公司给我的唱片制作的预算。涙の向こうへ。好了，我唱了。谢谢布偶，谢谢你买，谢谢 Plin。我在北京，我要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我的事业和生活中去。我没有带书，对不对？嗯，也不用带了。我那天看了10分钟就睡着了。我不会谈恋爱的，因为我觉得谈恋爱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就是不成正比的一个事情。谈恋爱的话，就会牵扯我很多的精力，让我迷失在这种温柔陷阱中。后来你发现，这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仙女是不能坠入爱河的，知道吧？触犯了天条。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正常普通的人，普通人当然是要谈恋爱了。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的、平凡的女生，所以我不想谈恋爱，牵扯我的精力。但是我也渴望有一个肩膀让我靠一下，让我能够去看一下阿凡达。现在只有这个老实的可靠的肩膀只有我父亲，但是我爸爸他是不可能，他去电影院他是会不行的，他那个身体，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看成阿凡达。我不是平凡人，我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但我不会又说我封建迷信吧。我的愿望是我能够去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能去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橘树人家应该是有女朋友吧，而且我好像也没有想过要找一个外国人。我妈她有那个心脏还有就是眩晕美丽而是综合症，他也看不了。而且我为什么要跟我妈去看阿凡达？谁说我是中国人好吗？开关了，我们可以出去玩了，朋友们。哪个哥哥陪我去啊？我跟我哥一年都不怎么打得了2次电话，我亲哥。我在北京，我不是跟谁的儿子在一起，叫什么来着？根本就没有的事情好吗？我都不认识他，没见过，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名字都说不出来。对，我戴了假发。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去弄我的头发，这个假发它就是头顶一点点，其他地方都还好。谢谢小 C 的小星星，你不用送了，小 C， 你每次都特别的好，你就点赞点赞就好了。小 C 是土豪吗？我的妈呀，大理啊，大理真是好地方，我好喜欢大理啊。往事随风说你要娶我吗？算了，我可折磨人了。首先我很喜欢 drink， 虽然我吃饭不怎么花钱，但是我 drink 确实是挺，是的。大理三月好风光耶、yeah、大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洱海旁边的海鸥。
榜一怕我对他太好，他无法报答，只能以身相许。榜一是哪里？是哪里人啊？我的直播间就是榜一，就是很容易就会得到的。我不跟你们说了，我没有开那个美颜，我给你们开一个特效吧。这就是开了的。我怎么觉得开了好看呀？你们都喜欢不开的。蜜桃白茶，太白了。随600吃个喜酒，别了吧。不关了，我已经到收费站了，不跟你们说了，我要挂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给我60000的点赞。年前还是会有一点忙，我会努力的，放平心态，然后努力。新的一年要给自己立下新的 flag。希望你们也一样，拿个小本本把新年的愿望、新年想做的事情写下来，到时候我们可以分享。想你们哦，阿兰家族，拜拜。